是吗？也很好。我觉得大连那些也出美女，就个高。都三十吗？对。那其实我会觉得，我更是穿越。你是在说秋怡吗？哇，秋怡天也太好看了吧！秋怡哪天不好看？真的吗？很职业吗？今天这条裙子贼好看，谢谢。秋怡今天太好看了，不自主眼光被你吸引，谢谢。太适合这个了，半永久，半永久。那我不换衣服了。太好看了，这条太好看了，好嫉妒，好嫉妒。我觉得这个颜色还挺搭配的。嗯，上次我助理看到你，他就跟我说八个人里面有一个人长得很像刘亦菲，我说是谁？是谁？别哎呀，这个签名功底了，这碰瓷神仙姐姐。后来我今天来的时候，我一上来我就特地找了一下，他说的是谁？一开始我以为是尹飞，后来我看他都不像了。